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还没有到异地的时候呢，我们做不到绝对的自大相欢，但是呢，我们能做多少就算多少啊，能做多少就算多少，就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力的范围当中，尽量的去做啊，自他相欢啊，自他相欢。比如说啊，我们两个人今天一天啊。只有一个人的饭量啊可以吃啊，那两个人就只有这个只有这么一点点的饭啊，然后其他的我做不到，但是呢这个我就可以给他吃了啊，我算了这一天我忍住啊，我也死不了啊，我也死不了，我一天不吃饭我也死不了，虽然我挨饿，但是没关系，我让他吃饱啊，这一点我们可能做得到啊，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要去做这个事情，没有去接受这个训练啊，没有去强调这一点的这个价值啊，这个价值我们这个我们能做得到，大家都能做得到，但是我们没有重视啊，没有重视，我们重视的就是物质，这些东西我们没有重视，所以我们的这个啊物质越来越发达，但是我们的伦理道德啊越来越看不到底线，然后呢全世界的人越来越感觉不到幸福，全球的幸福指数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原因就是我们把这些真正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忽略了，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啊这个终点啊都放在物质之上啊，最后呢我们就啊自己也就感觉到了不能这样子了，这样子就是啊得不到幸福啊，所以我们啊要接受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啊大乘佛教的这个啊训练的方式啊，这样子训练这特别重要啊啊，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用得上啊，大家这样子训练反复的训练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不会有什么感觉，这是一个训练而已啊，而且是这个时候还是很假啊，一点都不真实，很假，也是一个很假的一个训练啊，因为自他相欢而自他相欢啊，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但是这个没关系，慢慢会越来越好的啊，
然后这个这是精神上的训练的方式啊，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我们刚才讲了，要落实到生活当中，要落实到生活当中，做任何一件事情啊，要去想到别人啊，要去想到别人，比如说是一个企业里面的老板，那要去想这个员工和员工的家属的这个吃饭的问题啊。如果你是一个这个员工的话，那也要想到这个老板啊，老板压力这么大，他也非常非常不容易啊，要去为他负，给他负责任啊，这样子相互之间啊，大家都关系啊，关心啊，这样子以后呢，最后是双赢啊，老板把企业搞得好，员工他也这个薪水也慢慢的越来越高啊，然后家庭也是这样子，社会也是这样子，这个是落实到这个生活当中，尽量的啊，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不要太高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啊，那么期望越高失望也是这么高啊，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做不到然后会失望的，所以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去做一些比较艰难的啊，简单的容易做到的，然后呢啊就去做一些啊不容易的，否则的话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做一个高难度的哦，那就一定会失败的啊！所以，在生活当中也要尽量的去帮助人呐、啊，等等。啊，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当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啊，或者是当我们面对幸福的时候，幸福和痛苦都不能浪费啊，不要浪费掉啊！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幸福不要浪费？什么叫做痛苦不要浪费呢？啊？比如说我们啊，就遇到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啊，就今天一天到晚都特别的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幸福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只懂得我自己感受这个幸福，其他什么分享啊，什么训练啊，什么都没有想到，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今天的这个开心啊、幸福啊，过去了以后呢，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什么，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东西啊，这叫做浪费了啊，幸福感浪费了啊。什么叫做幸福感不浪费呢？啊，不浪费呢？然后这个时候啊，当我们就是拥有一个幸福的时候，立即就要去想到这个幸福啊，来自于什么？啊，这个幸福肯定是这个涉及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啊，很多人。如果把这个根源啊，你去追究这个根源，因为某一个幸福感一定会涉及到成千上万的人啊。这个时候要感恩的心啊，一个就是感恩的心，因为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的付出，所以我今天有这个幸福感呢，并不是我啊，这个幸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呀，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啊，更重要的是什么？第二个，当我们拥有幸福的时候，然后立即从精神上啊。实际上我们的感受没办法我分给别人了，这没办法，但是我在内心上要分享啊，分享给所有的众生啊，发自内心的希望啊，天下所有的众生也能够像我这么幸福啊，天下所有的众生也能够拥有我这样子的快乐啊，发自内心的去想啊，每一次我们感觉到这个幸福的时候啊，都要想到这两个，一个是感恩，一个是啊分享啊。感恩是实实在在的感恩，分享是训练啊，只是训练我没有办法分享，实际上是我把主观啊这感受，幸福感是我们主观意识的一种态啊，一种感受，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分享给别人啊，没有直接给送给别人啊，但是呢做这种训练啊，发自内心的希望啊，天下所有众生也像我这样子的这个幸福快乐啊，这样子。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样子的心啊，如果真的我们发自内心的能够像一秒钟啊，一秒钟这个念头啊，只有一秒钟的这样子的念头，那这个功德啊，这个功德和这个福报远远超过了我们平时自私自利的基础上的这些成千上万的这个烧香拜佛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功德，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佛说的，功德非常大，这叫做不浪费幸福感啊，不浪费幸福感，发自内心的啊分享。分享的意思就是说，首先从精神上分享啊，精神上分享啊，这个分给天下所有的众生，发自内心的，然后嘴里也要说啊，也要说，要说出啊。这个佛经里面有专门的这种一个偈颂啊，有一个偈颂，念这个偈颂。如果没有这种偈颂也没关系，就是用我们用白话文讲就可以了啊。我就是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拥有我这样子的幸福，我这个幸福感啊，我这个幸福和快乐分享啊，分享给天下所有的众生，就这么说啊。说是有心里想，跟嘴里说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啊。说，不断的说，不断的说，还是有一定的，内心当中会产生一种新的影响啊，这影响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天天念这个衣柜啊、偈颂啊，为什么要念呢？啊，主要是在心里起到更好的作用，所以要嘴巴要去念呢，这样子的原因啊。这是第一个，心腹干不浪费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快啊，痛苦不浪费啊，痛苦不浪费。痛苦怎么不浪费呢？比如说我们啊，面对某一个痛苦的时候啊，比如说家庭的原因、工作的原因等等等等的原因啊，这是我们心非常不开心的时候啊，特别特别痛苦，甚至是就像不想活啊，觉得活得太没有意思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啊，一般的人是什么样子？一般的人，没有这种训练的人，他就去拒绝这个痛苦啊，他拒绝啊。大家要知道啊，这个里面有一个秘密啊，这个必须要知道啊。痛苦越拒绝啊，越拒绝，给我们的打击越厉害的啊，打击越厉害的啊。这个会打拳的人啊，有一种打拳的方法是，通过别人的这种力量和自己的力量两个加起来再去打别人啊，有一种这样子。同样的，我们把本来是这个痛苦时啊，对人的伤害很大，然后我们再去拒绝它啊，越拒绝啊，然后对我们的伤害是越大的啊，对我们的这个伤害越大。所以这个时候不要拒绝了，拒绝了是没有用的，这时候要去面对啊，面对。那面对怎么样的面对呢？我可以用一个正向的态度、心态去拥抱啊痛苦，接受痛苦啊。怎么样痛苦呢？我们去看痛苦的好的一面啊。难道痛苦也有好的一面吗？有啊，痛苦真的是有好的一面啊。痛苦我们虽然大家都不愿意感受它，不愿意面对它啊，因为它来的啊，比较让我们比较不愉快，但是这个不愉快就是一种感受而已。其实这个感受当中可以产生很多很多正面的东西啊，很多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就是太在乎了我自己的感受，所以把这些正面的东西全部忽略了，从来没有去想它有什么，它会不会给我什么带来什么正面的东西。我就是因为不愿意有这种感受，所以拒绝啊。那现在就接受啊，怎么样接受呢？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这样子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现象，什么呢？比如说今天去体检啊，医生告诉你你就是得了绝症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说啊，为什么是我呢？啊，为什么这正好是我呢？啊，
不能说这样子的话，那你觉得应该是谁呢？啊，就是说为什么是我呢？啊，为什么是？那你觉得应该是谁啊？啊，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了。我们不能说为什么是我呢？啊，不能说，这个时候要去拥抱他，接受。怎么个拥抱的方法？接受方法呢？这时候啊，我现在得了这样子的病，那我现在就是诚心实意的希望我的这个病啊，能够这个代替啊，代替天下所有众生的病啊，我啊诚心实意的希望这个地球上只有我一个人得这个病，其他人都不要得这个病啊，其他所有人的病啊，其他所有人的病以我的这个病来代替啊，而且我去代替啊，这样子去训练，这个时候他不会说不应该是我啊，不会说为什么是我，这时候呢他心甘情愿的接受了啊，而且他就希望啊，诚心实意的希望这个地球上不要有其他的啊，不要有其他的这个得绝症的人、得癌症的人啊，只要我的这个病啊，就能够消除其他所有人的这个病啊。比如说我们一些非常这个黑心的有些人呢、啊，他自己感染了，比如说他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然后呢，故意把这个艾滋病传染给别人的，有这样子的。就是对这个社会的报复啊，对别人的报复，有这样子的心态的人有啊，有很多啊，其他的病也有这样子啊。就是大乘佛教的这种训练方式呢，它不是这样，它不但是不抱怨谁啊，我为什么得这个病？这个第一，我自己的健康，我自己的这个饮食啊，这个卫生啊，生活习惯都有关系，尤其是跟我自己的这个过去的啊，前世的这个业力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我不要抱怨谁啊，这是要问题出在我自己的身上，也许啊对别人也有一点点的这个关系，但是呢主要是我自己啊，所以我现在不要去抱怨谁啊，我就啊静下来啊，我就啊接受，希望以我的这个病来代替所有的众生的病啊，希望从此以后这个世界上再也不要出现啊得这种病的人啊，这样子诚心实意的去想啊，这时候呢自己的这个病啊，病痛啊，对他的身体上的这个啊，告诉大家身体上的这个疼痛呢，那个时候他不会一下子消失，但是得了绝症，知道得了绝症的时候的啊，精神的痛苦和这个肉体的痛苦两个对比的话啊，精神上的痛苦远远超过了这个肉体的痛苦啊，那肉体的痛苦就是因为这样子是没有办法立即消失，但是呢，因为接受了这个痛苦，而且我们把这个痛苦啊利用了以后呢，精神上的这些痛苦呢一下子就消失了，没有精神上的痛苦了啊，他觉得没关系啊，我通过这个痛苦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事情啊，机会来了，他就是这么想啊，这样子以后呢，他精神上立即就想通了，想开了啊，这样子以后呢，他的精神上的痛苦都没有了啊，然后呢，这个对逐渐的对肉体的这个痛苦啊，也有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大家都说啊，比如说癌症啊，它不是啊病死了，而是吓死了啊，就是这样子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70%的人都是知道自己得癌症以后就吓死了啊，心里不要这么紧张啊，这样子可以勇的，这叫做病苦专为导勇，用一句佛教的话来讲，这叫做病苦专为道啊。道是什么？道就是修心，把病苦转化为道啊，转化为道啊，化痛苦为道啊，化痛苦化病痛为道
哦，这样子。佛大乘佛教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方法，所以大乘佛法的人呢，任何一个痛苦，任何一个这个不开心的事情，对他来说不会变成一种阻碍，任何一个东西都不能阻碍他的修行。为什么呢？任何一个违约，任何一个不开心的东西，在他那里呢，全部都是变成了修行的这个顺缘，修行的调节。任何一个逆境对他来说不是逆境啊，这就是一个转换的方式啊，这个特别特别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啊，就是全球每年都有80万到100万人去自杀啊。自杀啊，实际上是不止这个数字的啊，比这个高3倍左右。还有就是每年去自杀，但是呢，自杀没有成功的人就比这个还要多好几倍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因为，尤其是像年轻人呢，稍微有一点点学习的压力，还有就是这个感情上的一个压力等等啊，就是变成了这样子的这个问题。现在很多地方都是独生子女啊，台湾也是啊，独生子女。然后独生子女他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因为家里他一个人啊，爸妈他给他买玩具，他只能自己用啊，没有地方去分享啊，给谁分享呢？没有地方分享了，所以他从来都不懂什么叫做分享啊。然后呢，因为独生子女父母特别特别的重视，这个传统的观念是不对的，把父母的什么传宗接代的这种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一个人身上，然后呢把他当作一个啊，就完全是超越一个人的啊这个层次，这样子去看，这样子以后呢就宠坏了，所以他慢慢的啊就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因为父母的这种爱啊，慢慢的让他变成他的内心非常非常的脆弱啊。但是这个社会很多很多东西是无情的、残酷的，他不会，这些东西不会他的父母这样对待他啊。那么感情、工作这些东西不顺利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些啊，然后就走极端的路啊。啊，所以这些人，这些年轻的人特别需要这方面的训练啊，训练。所以21世纪以后呢，佛教的真正的价值就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他现在正好是啊需要的。因为大家都需要钱的时候呢，佛教的作用不是很大，因为佛教它不是用来赚钱的啊。然后大家都需要这个精神上的很多很多问题的时候，然后它的价值真的是超过所有东西，因为它正好在是针对啊，针对这个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它特别有办法啊。用佛教来赚钱，你们供什么？供财神呐、啊？供什么呀？告诉大家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啊，要赚钱呢，大家好好工作啊，好好学习工作就可以了，不要这些什么这些赚钱的梦啊，不要这个梦想啊，这个希望不要寄托在什么财神啊这些上面啊，脚踏实地去工作赚钱就可以了啊。佛法不是用来做这些事情的啊，反而佛法用来做这些问题上、这些事情上，它可能没有太多的效果了啊。佛法真正它是要用到什么？就是用解决心灵上的问题，让我们从痛苦当中摆脱出来，让我们从生老病死当中摆脱啊。这就是它的真正的它的长处就在这里啊。这个我们用佛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的成功啊。用佛法去赚钱啊什么，我觉得绝大多数都会失败的啊，失败的。也许可以赚到一点点钱，这个有可能是巧合啊，有可能是巧合，不一定你供财神的原因，财神的原因啊。所以呢啊，工作啊，赚钱，我们用现代的知识，用科技去赚钱啊。啊，精神上的这个痛苦啊，解决精神上的痛苦，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那科技是没有办法的啊。然后呢，钱也是没有办法，
最有办法的是佛法啊，佛法这两个我们都需要，两个都需要啊，这两个的完美的结合才是真正给人类造福啊，会给人类造福的。所以我们把两个要应用起来啊，这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这时候这样子训练啊，训练把痛苦转为导勇啊，痛苦转为导勇啊，病痛的时啊，不开心的时候啊啊，比如说离婚的时候、失恋的时候啊、公司破产的时候啊、公司破产的时候等等等等的时候，一下子啊，一开始的时候肯定会痛苦的，但是立即就要懂得啊，这个痛苦是可以啊，可以被利用的啊，这个痛苦是可以，我可以在这个痛苦当中可以成长的啊，立即就啊。立即就要反应过来，反应过来了以后开始去用啊。还有一个是很小很小的痛苦啊，都不能浪费。比如说我们去啊扎针的时候啊，扎针的时候，针去刺皮肤的时候有一点点痛啊啊，那个时候都是要做好准备啊。稍微有一点点痛的时候，立即就要想到啊，以这个痛苦能够代替天下所有的这个众生的痛苦啊，以我这个小小的痛苦能够啊，能够这个取代天下所有众生的痛苦，这样子啊，诚心实意的去想，那这个也可以啊，也是一种训练，从最小最小开始这样子训练。那训练出来了以后呢，最后我们变得一个非常强壮的人，内心非常的强啊，非常的强。这时候任何一个痛苦啊，都不会把你打倒，不会把你打击的。不但是打击，而且任何一个痛苦，你立即就把它利用了啊，它就变成你的。本来是你的逆境，现在就是你的损缘啊，在这个当中成长啊，那痛苦都不能把你打倒了，那什么东西能你打倒呢？没有了啊。我们凡夫啊，没有这样子训练的人呢，痛苦有了痛苦的时候，绝望了，走极端的路了啊。稍微有一点点幸福的时候呢，我们开始腐败了啊。这样子没有这种训练，人总是要被打击的啊，被打击的啊。但是呢，有了这样训练以后，都啊不会打击。然后这个呢，不仅仅是这个生活当中可以用，而且啊，大乘佛教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训练的方式啊，平时这样子训练啊，希望大家这样子训练，这特别有意思的啊，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我们常常要发心发愿啊，发愿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发愿呢，首先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啊，我们平时比较执着的就有三个，一个是我们的身体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财富，物质财富，第三个是我们的这个精神上的修心啊，也就是善根啊，善根，我们心善的善根，这三个是我们比较执着的啊。然后这三个都我们把它当作啊，把它转化为一个对所有众生有利的啊，有利的，有帮助的啊。怎么样转化呢啊？平时都要，比如说我们念经磕头完了以后要回向啊，回向的时候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到某一个佛教的圣地的时候也好，或者是我们见到了这个佛菩萨的时候也好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平时要发愿啊，发心愿，发自内心的想，首先是以身体啊，从身体开始啊，怎么样发愿呢？我们发自内心的发愿，祝愿啊，我的这个身体啊，能够利益天下所有的众生。怎么样利益呢？看到我的身体，听到我的声音啊，闻到我的，哪怕是人死了以后的这个腐烂的臭味啊，包括这样子的人啊，都能够给他种下这个解脱的种子，让他们就是因为我的这个身体的结缘啊，这个因缘啊，
希望他能够从此以后就走上解脱的道路，走向幸福的道路，这样子发自内心的要想啊，要发愿，因为释迦牟尼佛这样子长期这样子发愿，所以我们今天呢、见到这个佛的时候啊，以虔诚的心见到，那当然是有个功德了，这就不需要说了。以嗔恨心啊，不开心的时候，眼睛见到佛像啊，心里对佛有嗔恨心，这个有罪过。但是眼睛看到佛像是有善根的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佛在这个堕世累劫当中这样子训练出来的啊。我们现在就开始啊，就是这样子发愿啊，能够看到我的，能够听到我的等等，凡是跟我的身体结缘的啊，结好缘结不好的缘都没关系，凡是结缘的人都能够啊，能够拥有幸福，能够成佛，这样子发愿啊，发自内心的发心愿，这是身体啊。然后第二就是我们的物质财富啊，在物质财富上面呢，也可以这样子发愿啊，凡是啊用我的钱啊，是我给他的也好，是他来偷我的也好，是他来抢劫也好，不管怎么样啊，看到我的财富，听到我的财富，用到我的这个物质财富的任何一个众生啊，都能够拥有幸福的生活，拥有健康的身体，拥有愉快的心情，最后能够啊走上这个菩提道路，这样子发愿，这是第二啊。第三就是我们的善根，我们所造的这些善啊，然后我们发自内心的想，我所造的，比如说烧香拜佛的善根，闻思修心的善啊啊等等啊，磕头诵经的这些善根，所有的善根，都能够希望能够成为啊所有众生啊的这个幸福的源泉，也就是说，因为我的这个功德能够让所有众生啊幸福、快乐、健康，最后都能够成佛，都能够摆脱轮回的痛苦啊，这样子发愿啊，时时刻刻都要这样子发愿啊，这个特别重要，这个是很简单的啊，这个很简单啊，这个不需要什么，这个不需要什么成本啊，就心里怎么想啊，随时随地都可以想，这个也不需要时间呐、这个也不需要专门打坐啊。前面就我们一段时间当中专门去训练，这个训练好了以后呢，随时随地都可以这么去想啊，这是这个发愿。然后呢，发愿的时候要四不离开啊，四不离开啊。第一个，不离开渴望之心啊，渴望是什么呢？我们刚才的这一切不是啊。做给别人看，不是说给别人听啊，非常的渴望，真的啊，真正的希望能够看到我的身体，听到我的声音的人，真正从此以后他们能够幸福呀、快乐呀，就是要有这样子的渴望的心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财富，还有啊这个善根，都是啊迫切的希望啊。听到看到的用到我的财富的啊，就是把我的善根能够让天下所有众生幸福快乐解脱啊，迫切的希望渴望，就是不离渴望心啊啊，不能就是做给别人，就是一种心事化的，就是随便想一想，不能这样子，发自内心的迫切的希望啊，这叫做不离渴望啊，渴望之心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不离发愿啊，不离发愿，愿心发愿，就是要发愿，我们啊迫切的希望以后我们发愿，随时随地发愿啊，祝愿我的这个看到我身体的，听到我声音的，都能够啊幸福快乐成佛啊。助缘用到我的物质的，看到我的物质财富的，都能够啊幸福快乐啊。
祝愿我的这个善根能让天下所有众生幸福成佛啊，这样子，这叫做要发愿啊，发心愿啊，这个叫做不离缘，不离发愿之心啊，不离渴望，不离发愿。然后第三啊，不离发誓啊，不离发誓就是下决心啊，不离决心也可以说不离决心啊，渴望心啊，愿心啊，决心啊，可以这么说啊。不离渴望心，不离愿心，就是发愿的心啊。不离决心，决心是什么呢？下定决心啊！我让一切啊，我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啊，我要让看到我的、听到我声音的人，都要让他们，我要下决心让他们啊幸福，让他们快乐啊。这个怎么能下决心呢？我们怎么能做到呢？现在做不到，但是呢，我们这样子下决心，然后学佛成佛，完全可以做得到。所以呢，不离决心啊，这叫做不离决心。好，这是第三个不离啊。第四个不离是不离祈祷，不离祈祷。祈祷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希望这样子，但是呢，就仅仅是靠我的力量啊，不一定能做得到，所以我要需要这个佛的力量啊，我要借助这个佛的力量，佛的加持，所以我们祈祷啊，佛菩萨能够啊，佛菩萨能够啊成就我的心愿啊，希望佛菩萨加持我啊，看到我的、听到我的、用到我的财富的，让我的这个善根都能够啊，让天下所有的众生幸福快乐，最后让天下所有众生能够成就、能够摆脱痛苦、能够成佛啊，这样子，这叫做不离祈祷心啊。不离私心，大家记住啊，不离私心，嗯，这四个我们平时都要去做，每一次都要开车的时候啊，说话的时候，嗯，什么时候都可以说，吃饭的时候都可以去想，这才是真正的把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了，把佛法融入到现实生活当中，把佛法融入到工作当中，啊，一开始的时候呢，肯定是造作的啊，很假的，但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不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很真实呀，这个不真诚啊，一开始的时候很假，这是真诚的啊，然后慢慢的训练以后呢，最后啊，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个自他相还啊，自他相还，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啊，里面呢有一句。有一个基诵啊，有一个基诵，有这个中文版的，大家去看，这个也要念啊。但是不会念也没关系，只要这样子想啊就可以了。这叫做自他相还啊。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打坐闭关啊，把门关起来修训练啊。这个稍微训练好一点了以后呢，然后就不需要啊。不需要专门啊，这个闭关啊，随时随地什么时候都可以想啊。首先啊，我们在心里训练，心里边啊训练的差不多的时候，然后再去做啊，然后再去做。我们心里没有训练之前，嘴巴不要去说啊，这就变得撒谎啊，做不到，空头支票啊，然后。心里啊，内心当中没有训练好的时候，就不要去做啊。做了以后呢，我自己做不好的，或者是啊，严重的话，有可能我自己后悔啊啊等等都有可能的。所以先解决心理的问题，先把内心强壮起来，然后再落实到行动上啊。这个是最理性的、最科学的做法。所以首先啊，在心里好好内心当中训练，训练好了再去做啊，这叫做菩萨的自他平等啊，自他相换啊，这个做到了以后呢，我们在比如说上班的公司里面啊，同事之间，家庭的成员之间，
同学之间，或者是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之间啊，我们尽量的要做到姿态平等啊，姿态平等，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啊，然后自己愿意的，别人也愿意，别人也拥有，不要去剥夺啊，尽量的去落实到生活当中啊，这是一个。这个做到以后，相欢呐、啊，相欢就是有点难，有更难一些。自他相还啊，尽量的自他相还，有些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相还，只能在内心当中训练啊。有些东西是我们的确是在实际上也是可以相还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我们两个只有一碗饭啊，两天之内只有一碗饭，好，那我不吃了，你吃了，我就忍住啊。就这种呢，真的是实际行动了，实际的这个自他相还啊。这些啊，大家希望大家去做啊，点点滴滴的去做，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说要什么时候大圆满呢、大手印呢、禅宗的明心见性啊，天天就是去追求这些告法的人，实际上这些最基本的根本就没有做到，这些人就爬到最高，最后就很惨的。啊，一定会多下摔下来，就摔得很厉害的啊，摔得很厉害的。所以我们要从最基础一步一步的走啊，不会摔下来，摔下来也摔不死的啊，所以没问题的。这一开始的时候，爬得最高的这个人呢，一定会摔下来的，摔的时候呢，一定会摔死的啊。所以就是不要这样子一步一步学佛，也要讲究这个次第啊，次第特别重要。只要你的方法没有错啊，只要你按照这个佛的要求这个次第去做，那么你一定会能够成功的，这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啊，一定会成功。所以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路，这样子就可以了。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个课就讲到这里。今天我们时间超过了，我们不提问题啊。我们这次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这边的这个讲座或者是这个课呢今天就告一个段落，暂时就没有了。希望大家修我们这几天讲的这些法，还有进一步的去我们很多的具体啊，比如说我们培养出离心的这些方法，我只是讲了这个它的重要性，具体的方法我没有讲啊，希望大家去这个进一步的去这个修啊。我可以给你们这个推荐一种休息的学习的方式，修行的方式啊。这个是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现在系统的去学一个佛教的知识啊，系统的去修，对很多人来说有一点难啊。那么有一种办法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呢？大家可以建立一个小组，学习的小组或者是禅修的小组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朋友的这个圈里面啊，比如说五个人啊、十个人啊、20个人以下啊，大家组一个小组，然后在这个小组里面呢，如果你们这边呢有自己的上师、有师父、有和尚啊讲，有人带，那就好了，就让他们来带，把一步一步的这些修行的这些路给你们指了以后，大家去做啊。然后这样子，如果没有啊，没有人来带，比如说我们这边有很多藏传佛教的这个师父堪布啊，这个活佛都在啊。如果他们能带那是非常好的啊。如果他们的语言呢各方面就是暂时啊有一点点这个障碍的话呢，那也没关系的，他们可以帮你们啊把这个组成这个小组啊，把人组织起来。组织好了以后呢，首先怎么接这个学习，我们首先可以听 DVD 啊，比如说修这个修私家心的，比如说修出离心的方法，我们先去听这个光盘 DVD 啊，或者是我们可以在网上啊可以听，也可以看这个音频视频啊，
都很多，还可以看书啊。然后呢，这个完了，首先看 DVD， 完了以后呢，这个完了以后就师兄们啊，大家讨论啊，比如说我们先听 DVD 啊，或者听网上的这个课啊，听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听完了以后呢，啊，大家啊讨论啊，师兄大家讨论，大家交流啊。这关于这一堂课里面讲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对大家的理解啊，根据个人的理解，大家交流啊，交流探讨啊，有不懂的地方相互交流啊，这样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然后接下来大家共修啊，大家修心打坐修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啊，这样子。比如说每周啊，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的时候，每周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活动啊。我们在这个之前的活动，大部分的活动就是不是超度就是灌顶啊，不是灌顶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修法啊。那现在我们就换一种方式啊，换一种方式，你们可以继续做这些活动，但是我前几天讲了，少做，尽量的少，越少越好，越少越好。然后把这些学习的气氛啊，气氛啊带起来。这样子以后呢，比如说台湾的佛教界的这个现在这一代的这个佛教界的人，就是通过大家的努力啊，就建立一个这样子的文思修心的风气啊，树立一个这样子风气以后呢，然后下一代的这个学佛佛教徒，他自然就会走这条路啊。从此以后呢，他们不去搞这些，不去过度的去搞这些形式，然后每一个都去踏踏实实的去学习啊、修行啊、打坐啊啊，这样子。这样子，这个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一代佛教徒的贡献啊，这个就是贡献。否则的话，我们不学习、不修行、不打坐，然后整天就是搞这些心事，那么我们这一代这样子，那下一代、再下一代，每一代都是这样子啊啊。那么这个宝岛上的这个佛教，最后就是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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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了这个心事了，这样子失去了这些东西了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菩提心的训练的方式，东西方的文化里面除了大乘佛教以外找不到的啊，找不到的这些东西，不弘扬，不去做，然后慢慢慢慢没有人知道了，没有人知道，就啊就消失了，只有书啊，但是没有人去用，这些书本都是死的没有活的东西啊，最后呢就最后就是很悲哀的呀。所以大家要努力啊，就是建一个这样子的小组，在这个小组里面学习的话，那我们可以通系统的学习，系统的修行。然后呢，这个小组里面呢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可以起到一个相互啊，师兄之间呢起到一个鼓励监督啊，这样子的作用，监督的作用，鼓励大家的这样子的作用。然后有些时候啊，我们自己看书的话，那懂得我自己理解了，不懂得我们也就不管它了啊。但是现在我们这样子有小组学习的话，那不懂的地方大家讨论啊。如果讨论不解决问题，那这边我们这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堪布呀啊，还有这个仁波切，有很多可以问他们呢，解决这些问题是不是很大的问题了？所以这样子呢，我们把这个文思修心的风气啊，这就是要变成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风气啊，这特别特别重要。这对佛法来，对佛法来讲也是一个贡献啊，延续佛陀的慧命，这叫做弘法利生。对个人来说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啊，否则的话，我们学佛学了二十三十年，天天都是烧香拜佛，只有有一点点功德，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啊，这样子多可惜呀！啊，所以希望大家啊努力啊，这种学习的这个模式啊，如果稍微推广一下的话，我想
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学习的问题和修行的问题，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啊，大家可以参考啊。希望大家好好修啊，我们的这次的这个讲这个讲法呢，就是告了一个段落了。但是呢，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希望大家啊努力的这个修啊，就这样子。我们现在开始做回向。Sonamdayi dhamcha zhomba niya dhomle nipe dhanam pamshe jang jika nanchi vanglong chikpai chibim chole chowa chowar shio Lapa samdha ngarmu zhombayi nipe chodye nindara yongkang shang tata shabdru javi chandeva Tabtana shokchara jibhe chwashi sho Oma ahum banzangara bama sadhaong Oma ahum banzangara bama sadhaong Oma ahum Banzangara Bama Sada Hong 谢谢，谢谢大家。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传授八关斋戒暨大悲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日期7月19日星期二，时间8:30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039898686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斋法义，共沐福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新逢教校报恩月，慈悲置业花莲中心启建地藏法会，每日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恭请常住法师主法领众。日期7月29日至8月12日。时间每日下午1:30开始，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
03-831-1673，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摩诃汉涅哈拉米达心哟。Thank you.